拥有被视为无痛症病因的 NTRK1 车耀汉加速了细胞治疗药物研究。车教授在那里过得很好。教授好像很忙的样子。你们多久没通电话了？好几天了。简讯 email 都没有吗？从来没有失联那么久过。我要过去一趟。教授他一定是出事了。明天晚间11点，天才医生耀汉精彩最终回，东森戏剧40台。